以色列默血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真相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卢中成。在日前，加沙地区阿赫利阿拉伯医院遭到轰炸，引发了全球舆论的轰动。然而，更让外界想不到的是，以色列竟然勾结美国，开始用谎言来掩盖真相，歪曲事实。如此毫无底线的行为，直接引发多国大规模的抗议和示威。 默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真相，在无尽的谎言里啊，美以的勾结加速了美国中东战略的解体，七十年布局毁于一旦。我们先来说说从激起民愤到以色列灭火这中间发生了什么。在阿赫利阿拉伯医院被轰炸之后啊，幸存下来的医生们站在尸体和肉块之中，平静地曝光了以色列的暴行。如此有冲击力的画面。 直接是引发了众怒，眼见着情况不对啊，以色列开始了两个行为：一个想办法捂嘴，打舆论战。以色列连撒了三个谎言：先说那里不是医院，是哈马斯人员的军火基地；接着呢，又说是哈马斯的火箭弹发射失败，自己引爆了在医院的炸弹；最后又造谣说这是另一个巴勒斯坦组织杰哈德。 傻的如此拙劣的手段，直接激起了全球心怀正义人士的愤怒。另一个行为就是火速开始动员西方犹太资本和政治力量，搜查和抓捕敢于公开加沙真相的媒体和人员。毫无疑问啊，在新兴媒体和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当下，以色列的行为只能是更进一步消磨世人对犹太人的同情，并进一步加深对以色列的反感。 最讽刺的一个现象，就是在很多阿拉伯的社交媒体上开始大量转载关于希特勒的图片，并配上了文字。我当年没有杀光他们，就是想让后人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不得不感慨啊，历史开了一个血腥的玩笑。事实上，在我们中国互联网上，反倒是关于普京的舆论突然就转变了。以前网上总有人嘲讽俄罗斯军队的一些行事风格。 结果，以色列用一周的时间告诉人们啊，普京在对待乌克兰人的事情上真的算是很仁慈了，没有轰炸医院、学校和平民避难所。坦率地说啊，拜登现在的行为虽然乍看起来符合美国中东战略的布局，以以色列为支点辐射整个中东地区，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啊，美国过往的影响力已经被极大的削弱了，原本靠军事威胁、舆论影响。 代理人渗透就可以达成的目的。随着全球多极力量的壮大，美国过往的那一套效果是大不如前了。加上盲目偏袒和支持以色列，直接导致美国在中东的民心、舆论和社会上尚存的一点影响力，伴随着以色列的无差别轰炸而烟消云散了。可以说啊，无论美国再怎么支持以色列，美国七十年来的精心布局已然是毁于一旦了。 当然，美国要是能够将中东所有国家都打一遍，重新扶植代理人上台，或许还有可能接续美国它的影响力布局。但很显然啊，美国在系统性的衰落，美国是既无能力，恐怕也没有机会完成这一步了。各位说是不是呢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